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我现在读一个请客的学问。狐狸请仙鹤吃饭，仙鹤来了，狐狸端出一只平底的大碟子，里面放着一些肉汤。狐狸热情地招呼仙鹤，说：“仙鹤大哥，请你多吃一点，别客气。”仙鹤看着那个平底的碟子，傻了眼，因为它长了一张又尖又长的嘴巴，要喝到这汤简直太难了。它每吃一口汤，都从他的长嘴里流下来，看到仙鹤喝不到汤的样子，狐狸开心地笑了。他张开大嘴，美滋滋的三下两下把面前的汤都喝光了，还虚情假意地问仙鹤："我烧的汤味道不错吧？"仙鹤明白狐狸的鬼把戏，他对狐狸笑着说："的确不错，我吃得很好。为了表示我的谢意，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吧。"狐狸一听，喜上心头，连声回答："好。"明天我一定去。第二天，狐狸连早饭都没吃，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仙鹤的家里，准备大吃一顿。仙鹤端出一大肚细净瓶，放在狐狸面前，指着瓶子里的鲜鱼汤说："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仙鹤家族极品午餐，别客气，好好享用吧。"狐狸看着眼前的瓶子，瓶颈细长，瓶口只有一点点大。他那又大又扁的嘴巴根本伸不进去，连一点水的滋味都尝不着，只好闻着鲜鱼汤的美味流着口水。仙鹤将又尖又长的嘴巴伸进瓶子，舒服地享用着瓶里的东西，一会儿就把汤给吃完了。他还客气地对狐狸说："味道很美吧？"狐狸只能勉强地点点头，饥肠鼓鼓地回家了。仙鹤看着狐狸远走的背影，说："这请客的学问我也知道。这世界上谁比谁蹦着呢？"